So, so I, don't have a, I don't believe in a God. Right? However, um, I don't like the, u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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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ntagonism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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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occurs or is produced by this question. I mean, what you can say if, you, if you're a cosmologist, what you should say is so, so we know that the universe was very hot and dense 13.8 billion years ago. Uh, we don't know how it got hot and dense. We don't even know, actually, if the universe had a beginning in time. Don't know. 大约一百三十七点五亿年前，我们的宇宙诞生了。很快，原始的光芒开始在宇宙中扩散，照亮了这个新生的宇宙。在这段时间里，宇宙也迅速膨胀，但这种膨胀在最初的爆发后逐渐减缓。然而，自那以来，由于暗能量的影响，宇宙的膨胀速度一直在稳步增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宇宙之外会有什么呢？ 著名物理学家布莱恩·考克斯曾表示，宇宙之外的世界可能会非常可怕。那么，在我们可观测的宇宙之外，究竟会有什么呢？让我们来探索五个理论。所谓的宇宙之外概念，经常被称为哈勃体积或可观测宇宙，这是我们人类理解和科学探究的极限。这个理论深入探讨了我们能观察到的范围。 并试图解释我们周围这片广袤空间的种种现象。首先要定义宇宙本身就很复杂。我们通常说的可观测宇宙，是我们从地球上能看到的一部分宇宙。这种可见性受限于光速。由于光速有限，越远的物体，光到达我们这里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因此， 我们的观察极限是由光在宇宙开始以来的一百三十七点五亿年中所行驶的距离决定的。宇宙学家估计，由于宇宙随着时间的膨胀，我们能探测到的最远光源距离大约是四百五十到四百七十亿光年。这意味着可观测宇宙的直径大约是九百三十亿光年。在这个广袤的区域内，存在住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天体现象，像是夸克、类星体。 恒星、行星、星云和黑洞等，这些都被望远镜和其他观测工具捕捉到了。然而，可观测宇宙只包括那些光有足够时间到达我们的部分。在这个视野之外的物体，由于光速的限制，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不可见的。尽管我们的宇宙范围有限，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依然在猜测其边界之外可能有什么。一种主流的假设是。 宇宙的实际大小可能远超过我们能观察到的范围，这个无法看见的宇宙可能是无限大的，并且在物质和能量的组成与分布上，可能与我们的可观测宇宙相似。这个理论表明，如果我们能走得够远，超越我们的观察极限，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类似的星系、恒星，甚至类似地球的行星。这个概念还延伸到所谓的哈勃体积理论。 这些理论体积可能无数多，每个体积内部可能有不同的演化过程。在这些哈勃体积中，可能存在着无数的我们。这些我们的每个选择或行为都可能有一个对应的宇宙。这些推测源自于一个无限扩展，甚至可能是无限大的宇宙，其广袤的空间允许物理条件和事件的重复发生。 这个理论也涉及到相对论描述的时空本质。在我们的本地宇宙内，物体受到光速的限制，但它们之间的空间可以比光速膨胀得更快，导致星系之间的距离以超光速增长。这种膨胀强调了按照当前物理学原理，使用常规手段几乎不可能到达或与我们可观测宇宙之外的空间互动。 当人们试图概念化可见宇宙之外的世界时，通常会考虑到一些奇特的可能性，比如虫洞或曲速推进。这些方法理论上可以超越传统的时空限制。然而，这些想法仍然坚定地属于科幻领域，因为它们的推测性质和巨大的技术与理论挑战。二零零八年，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这一发现挑战了我们对宇宙结构和运动的传统理解。天文学家观察到一些星系团以极高的速度在特定方向上集体移动，速度超过每小时二百万英里。这一现象被称为宇宙暗流”，为我们对宇宙大尺度动态的理解增添了新的复杂性。这一初次观察宇宙暗流的发现，源自于对巨型星系团的仔细研究。 每个星系团包含数千个星系，并与发出 X 射线的热气体交织在一起。这些星系团是宇宙中最大的连贯结构之一，非常适合用来探索引力相互作用和宇宙动态。为了揭示宇宙暗流之谜，科学家利用了一种复杂的技术。这种技术涉及星系团发出的 X 射线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相互作用，这是大爆炸的遗迹。 这种相互作用称为苏尼亚耶夫泽尔多维奇运动效应。当来自星系团的 X 射线光子散射进入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时，会导致可观测到的温度变化。宇宙暗流的重大发现并不是单一的突发性发现，而是经过详尽观察与分析的结果。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亚历山大·卡什林斯基带领了一个研究团队。 在确认和研究这一现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卡什林斯基的团队仔细研究了大约七百个星系团，这些星系团距离我们最远达六十亿光年，这是可观测宇宙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他们的研究结果通过与 NASA 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形探测器卫星生成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详细地图进行比较，得到了证实。 这种比较突出了星系团运动的一致且意料之外的模式。星系团却是以显著的速度在庞大的宇宙距离上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移动。观察到的星系团运动挑战了大爆炸后宇宙中物质分布和引力影响的现有理论。传统模型预测了在大尺度上更均匀的宇宙结构分布。 但宇宙暗流现象显示了星系团朝着我们可观测宇宙之外某个共同点的连贯和直接运动。天文学家提出的一个合理解释是，位于哈勃体积之外的巨大结构对宇宙暗流施加了引力影响。这一假设认为，这些外部的引力影响可能来自于我们宇宙之外的结构，导致了观察到的宇宙暗流现象。 宇宙暗流的概念意味着一个比我们之前所设想的更加复杂和互相联系的宇宙。它暗示了存在柱庞大的、无法看线的结构，这些结构可能是无限延伸的，能够施加引力拉力，影响着横跨数十亿光年的星系团运动。这些假想中的哈勃体积之外的结构，可能在形式和组成上差异巨大。 它们可能是难以想象的规模的物质和能量的巨大积聚，也可能是来自相邻或平行宇宙的神秘断层，传导着引力作用。这种推测框架打开了思考宇宙连接性和我们的可观测宇宙与外部领域交叉的可能性。尽管其深远影响，宇宙暗流仍然是一个在天文学界有争议的话题。怀疑论者认为。 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是观测技术或解释上的系统性误差，而不是宇宙动态的真实表现。批评者还质疑巨大外部结构影响宇宙暗流的说法，指出需要更多的实证证据和精确的理论框架。无穷泡泡 （Infinity Bubbles） 或多重宇宙理论是现代宇宙学中最具挑战性和知识刺激的假设之一。 他挑战了单一可观测宇宙的传统概念，提出了多个共存宇宙的存在。每个宇宙都有自己独特的物理法则和常数。这个探讨深入研究了多重宇宙理论的复杂性，探讨了其起源、影响以及在理论物理学和宇宙学领域中的持续争论。多重宇宙理论的基础来自于试图解决宇宙结构和演化的基本问题。 这些问题是在大爆炸之后提出的。根据主流的宇宙学模型，宇宙在其初期经历了一个快速膨胀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极短的时间内使宇宙的规模呈指数级增长。这个膨胀期由理论家们如艾伦·古斯和安德烈·林德提出，为形成庞大的宇宙结构和今天观察到的物质分布奠定了基础。在膨胀宇宙学框架内。 永恒膨胀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个概念认为，膨胀过程可能在空间的局部区域持续发生，因此，这些膨胀的局部区域可能在时空结构内生成独立的领域或泡泡。每个泡泡都包含着有着自己独特物理属性的宇宙。无穷泡泡这个词汇概括了这种思想，即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中，无数个类似自成一体的宇宙可能存在。 这些泡泡由膨胀期间的量子涨落或随机变异产生，代表着受其自身物理法则支配的独立实体。关键是，在这个多重宇宙框架内，每个宇宙仍然与已知的物理法则保持一致，包括光速、引力常数等。在这种概念中，时空的广袤性允许无限数量的宇宙共存，每个宇宙都占据着自己的存在泡泡，尽管它们无限延展。 这些泡泡之间的距离随着持续的宇宙膨胀而增大，让它们之间的穿越成为不可能。即使能够超越一个泡泡的边界，所介入的空间仍然会以超过任何想象的速度继续扩张。多重宇宙理论提出了一种超越传统人类理解边界的无限情景，它暗示在我们可观测宇宙之外存在着一幅无限多样性的宇宙图景。 每个泡泡代表着物理法则和宇宙条件的独特实现。这种多样性引发了人们对于我们的宇宙完全不同的宇宙的思考。在那里，现实的构造可能会以完全陌生的方式展开。在每个泡泡宇宙内，理论物理学家推测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物质、能量，甚至是超越思维时空连续体的额外维度。这些推测范围。 从受替代引力或电磁学法则支配的宇宙，到那些拥有奇特物质形式或完全新颖物理力的宇宙。然而，验证多重宇宙理论的可行性在科学界内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与其他宇宙学假设不同，多重宇宙理论在实验检测或观察验证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观测限制限制了我们直接探测或与其他宇宙相互作用的能力，因为它们的空间分隔以及光速的限制使得直接观察成为不可能。多重宇宙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间接证据或理论的一致性是接受这一理论的基础。他们指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观察、引力波的检测以及宇宙尺度上的物质分布可能反映了膨胀过程的痕迹。 并暗示了多重宇宙的存在。除了科学意义之外，多重宇宙理论也引发了对存在、现实和人类理解追求的哲学反思。它提出了有关我们宇宙独特性、平行现实的可能性，以及在庞大且可能无限的多重宇宙中，我们的宇宙的意义的问题。此外，多重宇宙理论中的无限概念挑战了物理限制和宇宙边界的传统观念。 它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现实的本质，以及我们当前的科学范式能否容纳这样广阔且富有知识挑战性的命题。尽管它吸引人，多重宇宙理论在科学圈内面临着大量批评和质疑。批评者认为这一理论缺乏实证性测试，并且可能过度依赖于现有理论框架的推测性扩展。 缺乏直接观测到的平行宇宙的证据仍然是一个重大障碍，促使人们在接受多重宇宙概念作为宇宙学奥秘的最终解释时保持谨慎。宇宙结构的替代解释，如单一宇宙假设或替代膨胀模型，提供了不引入多重宇宙复杂性的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竞争观点。这些理论强调简约性和实证验证是宇宙学探究中的指导原则。 对多重宇宙理论在科学论述中的广泛应用提出了挑战。黑洞的概念长期以来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着迷，提供了一个窥探极端引力和它们对时空影响的机会。然而，物理学家里斯莫林提出了一个与黑洞存在相关的挑衅性想法，将其与多重宇宙的创造和演化联系在一起。这一理论被称为“肥沃宇宙”假说。 Fertile Universes Hypothesis，这个探讨深入研究了斯莫林理论的复杂性及其影响，以及随后在科学界的辩论。里斯莫林提出的肥沃宇宙理论是一种理解宇宙环境起源和多样性的崭新方法。这一假说的核心是黑洞的作用。黑洞是空间中重力极强的区域，连光也无法逃脱。根据斯莫林的理论。 每个黑洞内都可能孕育一个新的宇宙。斯莫林认为，当一颗巨大的恒星在其生命周期的末端坍缩成黑洞时，黑洞起点内的强大引力可能会触发一个新宇宙的形成。这一过程被假设为发生在黑洞事件世界内，将启动一个拥有自己物理法则和常数的新时空区域的扩展。至关重要的是，从黑洞诞生的每个新宇宙。 将在其物理法则和基本常数上与母宇宙略有不同。这些变异源自于黑洞在宇宙诞生时的条件。斯莫林的假设因此提出了一个自然选择机制，即那些有利于形成黑洞的宇宙，由于其物理法则，往往倾向于通过这种繁殖过程来延续和繁衍，类似于生物进化。斯莫林的理论认为，能够生成黑洞的宇宙。 更有可能在宇宙尺度上繁殖和持续存在。相反，缺乏形成黑洞条件的宇宙，可能理论上不那么可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灭绝。这种进化框架引入了对假想多重宇宙中宇宙多样性的一个动态视角。尽管其概念优雅，斯莫林的肥沃宇宙理论在科学界内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和审视。 一个主要的批评点是支持黑洞与新宇宙诞生之间直接联系的可行性和观察证据缺乏实证验证，以及假说的推测性质，引发了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的怀疑。有趣的是，李斯莫林本人已经根据批判性反馈和理论不一致性重新审视并精炼了他的假说。他承认，肥沃宇宙理论的最初表述可能过于推测性。 且缺乏有力的实证支持，因此斯莫林修订了他的观点，使其更符合实证观察和理论约束，从而缓和了一些早期提案中与之相关的激进说法。平行宇宙的概念或多重宇宙是现代理论物理学中最具吸引力和推测性的思想之一。在试图解释这一现象的各种理论中，基于弦理论的框架提供了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视角。 这个探讨深入研究了无限多平行宇宙的复杂性、他们的理论基础以及对我们理解宇宙的意涵。弦理论认为，基本粒子并非点状，而是微小的振动弦。这一理论超越了传统粒子物理学，提出了超越我们熟悉的四维（三个空间维度加上一个时间）的额外维度。平行宇宙概念在弦理论中的核心实体，通常被称为膜。 它们存在于更高维度的空间中。根据弦理论，我们的宇宙可能仅仅是许多膜中的一个。这些膜存在于高维度的时空中。这些膜可以像池塘表面的涟漪一样震荡和相互作用。当两个膜以特定方式碰撞或相互作用时，据推测，它们可能会引发新宇宙的诞生。膜之间的碰撞或相互作用。 被认为会在更高维度的空间中产生局部的能量密度和扰动，这些扰动可以表现为新宇宙的形成，拥有独特的物理法则和性质。理论上，我们宇宙中观察到的物质和能量分布可能受到这些膜相互作用的影响，这提供了一个可能解释宇宙结构和现象的线索。弦理论中多重宇宙理论最吸引人的方面之一是它对引力的影响。 根据某些解释，引力可能源自于我们膜宇宙与更高维度空间中其他膜的相互作用。这一观点表明，引力在我们的宇宙中相对于其他基本力而言似乎较弱，可能是由于与其他宇宙或维度的相互作用所影响或借导的。尽管理论上优雅，无限多平行宇宙的概念面临着重大挑战。 其中一个主要障碍是实验上验证或观察这些高维度结构的困难。弦理论本身仍然是一个尚未通过直接实验证据确认的框架，导致了科学界对其有效性和在宇宙学问题上的适用性的争论。那么，您认为哪个理论是正确的呢？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并请继续关注更多这样的视频。